范陈市长，还有我们林务局的李局长，还有我们嘉义县的大家长，我们张县长，还有各位嘉宾，各位我们的记者小姐先生，大家好，大家早。我要带来我们行政院莫拉克重建会的召集人江宜桦江院长，还有我们陈清川执行长的祝福。这条铁路在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受创严重，刚刚我们包括县长还有李局长都有提到，那我们在莫拉克灾后挹注了10亿元的一个经费，那刚刚大家也可以期待，我们廖处长提到10月的时候，我们第三阶段就可以完成，在这个过程中，421处的一个这个破坏，有17项的一个工程，偌大的一个重建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一起走过，我们期待，就像今天的太阳、今天的阳光一样，尽快的恢复我们莫拉克灾后的一个重建的工作，然后带来我们地方的一个繁荣发展。最后还是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新春愉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主任秘书，谢谢。